OK， 其实那个清洁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。第一步，你如果想一想，当你的皮肤已经是开始肮脏了，然后你是用清水洗脸，请问会洗到肮脏的东西吗？有些人会讲会，尤其是男生，对不对？最新的男生，你们听到吗？可是你只是洗掉那些肮脏的灰尘，请问油脂洗得到吗？应该洗不到吧？对啊，如果你看一下你的皮肤有一层油在毛孔里面，你只是用清水洗掉，又或者你用一些洗脸霜或者是肥皂，你不懂适合不适合，只是想到我洗干净了就可以。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哈、哦，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哦，我们的皮肤有很多种。如果今天你的皮肤是油性痘痘肌肤的话，或者是毛孔粗大的，你必须哦要用适合你的 cleanser。比如说你的 cleanser 是要用胶胎的，为什么你要用胶胎？第二，你还可以用一个是 foam type，foam type 就是有泡沫的，有泡沫的这两种，你要看你的皮肤是来自哪一种，因为有一很多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很多男生哦，他们是喜欢用那种泡沫的，在他的这里像泡沫很多吗？就肯定可以洗到很干净的咯，对吗？啊，他觉得哇泡沫很多很多，然后如果是胶胎的话，就是稍微一点点的泡沫，不是没有泡沫，是有泡沫，可是不是很多泡沫，所以他就觉得可能我洗不干净，所以我才用很多很多的泡沫，对吗？因为你用这个泡沫，我就觉得哇很干净，而且很清爽了。其实是要看的，如果你的皮肤长期使用有泡沫的东西，久而久之，你的表皮层会缺乏水分，那你的内油、你的外就会干，因为你一直洗掉你外面的水分和油分。说在我们的空气环境之下，我们的表皮层是很容易蒸发水分的，所以你必须要选适合你的那个洗脸霜。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出油很厉害的，然后你的痘痘也是很糟糕的话，你就要用两个 cleanser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两个 cleanser， 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 cleanser 是去掉油脂分泌，就是我们的肮脏的问题。第二个，好像看到人数在上扬耶。第二个，哎，谢谢你们进来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洗脸的时候再补回水分给我们。可是水分是给我们的皮肤是有水分，而不是说它导致到有水分，然后我出油出得更快，这个是绝对不会的。就是你在洗掉你的油分，然后你也可以补到你表皮层的水分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内油外干，明白吗？